这一颗是金澳芬无花果，长得有点茂盛。也长很高，不过也已经开始长果了。已经开始长果了，虽然长果的点是比较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八个芽点，第八的果点。拆闸，应该是有点旺长的。这就是金澳芬无花果的特色。